部长一下。请部长。部长长，监察院的廉政专刊呢，昨天刊出来的政府首长的这个财产的申报啊，我看了一下我们外交部的这些相关人员呢、啊，大概都是投资有方啊，理财有数啊，真的大家都是理财高手哎，佩服佩服啊啊！那部长你不但眼光独到啊，投资了 Facebook。同时也投资了雅虎哈，那你的存款有900多万，有价证券呢将近1000万啊。那你当然我看起来你的财产是合理啊。我是很少了，其实真的微不足道了。你大概是比袁建生的话，你真的是微不足道。袁建生的存款高达4179万，有价证券4720万，还有他的手表。钻戒、珠宝492万，在美国还有2栋房子，他堪称是外交界、啊、最多金的政务官哈、啊。另外还有一个，这个也不错，啊，金溥聪先生啊，这个媒体的报道啊，他的8年来财产增加了一个6000万，但是扣除负债啊3200万之后啊，他几乎8年来增加财产3000万。那如果平均每一个月的话，他的财产是增加31万多，他跟马英九一样，理财有方，啊，只进不出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外交人员的待遇哈、啊，跟他们的这个累积财产这样子合理吗？合理吗？我跟委员报告哈，其实我个人在外交部服务已经36年哈，其实我自己其实没有理财了。我刚刚讲过你的财产还算合理了哈、哎。那对照其他的这些外交人员，像金溥聪、哎，他这个8年来哈，他担任的是媒体的顾问，他担任的是所谓的竞选总部的职务，同时啊，他在政府机关的担任角色、啊、不多了。啊、哦，但是他的财产的累计啊，累积哈、啊，跟马英九总统一样，不遑多让。啊、哦，每一个月大概有30万存款进入他的财产。他说哈、哦，因为他们是双薪家庭，所以这个合理啊，我看不是正常。他说是正常，我看是异常。啊、哦，那你认为一个外交人员这样的高所得、高收入，而且只进不出，你不认为这样合理吗？我想真的绝大部分的外交人员其实都是奉公守法兢兢业业，我没有说他们不合法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对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如果现在阳光法案里面有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话，对，没错，这当然他们要交代了。对，我没有讲他们不法啦，我是说他们理财有道，生财有方，不是理财的方式，理财高手，这个我不太了解，所以我才说佩服佩服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啊。那你看这样子合理吗？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外交待遇上，或者是我们外交官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兼职啦、收入啦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会不会这样？不，我想不会，因为我想外交人员都是专业的啊，都是专业的。那我相信呢，就是在个别的理财，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方式了。这个我相信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做法。对啊，那你认为这个每一个月增加30万是合理吗？是不是？但他8年来增加每一个月30万，增加3000多万的财产，啊、哦，那如果以一个从事外交人员，像袁建生这个财产那么多哈、哦，除非说他自己做生意啊。要不然，如果你真的是担任外交官，不吃不喝，你即使是40年公务人员的啊这个任职，你都赚不了这么多钱的，何况是你还要吃喝拉撒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看，光是现金4000多万，有价证券也4000多万，美国还有2栋房子啊，哈、啊，那然后啊，他这个还有钻表，还有钻石，哈、啊。你看，这个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，很尴尬哦。不会啊，我跟委员报告，因为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储蓄哈、哦、或者理财的方式了。其实我想，
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是尊重他们个别的一个决定。是啦，但是我是说这个合理吗？这样的收入合理吗？以部长你来说，这个合理吗？哈、哦，那我看你的财产是不是很多啦？啊、哦，是合理的。我没有什么财产，我也没有什么理财啊。你没有什么理财，都可以都存到2000多万的有价证券跟现金呢、啊，啊、哦，那你投资那个雅虎啊，脸书是眼光独到。不错，其实我都没有动哈、啊，这个事实上，雅虎在过去几年其实经营也蛮困难的。对，好了，就不为，好了，就不为难你哈、啊。我请问你啊，请，这个 TPP 对我们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？对，我相信是利大于弊了。当然，我们整体上面来讲，一定要做一个综合性的考量哈。嗯。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区域经济整合哈，或者贸易自由化、经贸自由化，因为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趋势了。就台湾将来要维持这个竞争力，那有的时候确实是要做一些调整。现在有专家说哈，加入 TPP 之后啊，将会农业毁灭，制造业衰退，失业率增加，啊。这个对台湾哈、啊、也有很大的隐忧在里面，尤其是农业啊，整个畜牧业将破产，而且 TPP 里面的越南，它是一个稻米的输出国，啊，未来整个稻米、糖业、小麦，哈、啊，包括这个乳品业啊、肉品业啊，大概台湾都会面临很大的冲击，这个，所以即使是利大于弊哈。啊，那如果现在没有办法让农业转型，没有办法让农业升级的话，没有做好相关配套的话，那事实上对台湾整个经济的冲击也将会非常严重。嗯，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做努力哈。我想经济部这边还有农委会这边，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。根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这个分析啊，那农业的部门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，但我们也希望做一些调试哈，升级也好。有专家是说农业毁灭了。对，我相信我们会做一些调试。因为 TPP 其实就是更高阶的 FTA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因为它是包含的范围很广，它的这个关税的放宽更大，啊，几乎是80%多90%的关税都要放宽嘛，而且让你做产业保护的范围更小嘛，不是吗？嗯，但这个部分是我相信所有的经济体啊，所有的这个 TPP 的成员，我们需要外交部都要做一些调整。经济部哈、啊，这个部分会来对利大于弊，对弊的部分。要怎么样去做配套？是，这个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。农业升级或者农业转型啊，这个一定要非常小心了、啊、是的，是，不要让我们的农民再受到再一次踢法之后的伤害、啊。那我们是支持了，我们不能把台湾锁在那个中国一个原则之下了，能够向外开拓，跟人家签 FTA 或者是类似这种 TPP 啊，我们都赞成。但是利大于弊，这个弊啊，让我们对我们的农民啊非常担忧，尤其是养猪产业啊。现在你看哦，现在养猪产业就很惨哦。现在卖一条猪哦，大概要赔1000多块。现在、啊，如果你未来还有 TPP 的因素哦，我看我们的养猪产业会整个崩盘。每一年700多亿的产值，啊、哦，将近15000户的这个养猪户啊，畜牧业啊，真的会严重的破产。这个跟委员报告，这个部分真的我们会非常小心。习近平上台之后啊，整个两岸政策啊趋于保守。啊、哦，你看从这个雅加达的这个国际防务会议里面，去年我们有参加，哎，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，我们去年还有参加，哎，你看习近平李克强一上来，哎，马上拒绝我们参加，而且还要求叫停跟我们断交。那习近平他上台之后，两岸政策是不是趋于紧缩啊？这个部分我们还要来做进一步的。有些人说啊、哦，现在有专家说，习近平跟李克强对台湾的政策是经济的部分呢、啊，是跟你下象棋，就是车马炮了，吃掉你的台湾经济，用他庞大的经济哈、哦，挹注到台湾，用经济控制政治，就在经济的部分。外交的部分呢、啊，他是围棋，下围棋啊，就是到处的封锁你。让你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、曝光度一直降低，所以围棋政策跟象棋政策啊，那意图在
习近平主政的时候啊，要统一台湾的。我跟委员报告，当然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了。不过最近这几年来，其实我们整个国际的参与也好，或者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也好，其实基本上还是朝正面的发展。但对于这些像发生的一些，看起来最近光是习近平上来没有多久，就发生两件，这些部分两三件严重打压台湾国际，对，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了解啊。对，可是我也跟委员报告啊，其实马总统这次到这个梵蒂冈去参加教宗的就职，马总统说那个嘴脸又跑出来，对，他那个嘴脸从来没有改过啊，从来没有变过啊。有些抗议的部分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哈，可是基本上的力道还并不是很大。那这次印尼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了解。习近平那个两岸政策是不是改变了？嗯，当然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。是不是趋于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呢？目前那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呢？目前我觉得还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论断哈。可是我们会来观察，是不是会再有发生任何对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求说，为什么要向中国抗议这一次雅加达的国际防务会议哈不能参加？为什么要向他抗议，而且要大声的抗议？对，我们就是怕它变成一个骨牌效应。是的，我们这个我们会非常的注意。会让中国各地的那些外交使馆的那些外交官，他们警觉到习近平的政策如果调整的话，他们会加紧力道对台湾的外交空间的打压了。所以不能让它变成第一张骨牌啊。那这个完全同意，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。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进一步的来观察。请外交部哦要谨慎因应的。会。